非常感谢我们秀善志工哈。昨天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哦，电器工会，今天是泥水工会哦。那这一个案组呢，它的环境哈、非常的恶劣。那刚才经过会勘哈、那个很多的木材都是因为蛀虫，然后白蚁造成的那个坍塌哈、然后呢环境非常的恶劣啦哈、那这个案主呢身体也不好，是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案主。感谢我们里长的局长，第一个里长告诉我们这个案主的为难之处啦哈、连居住的安全都没有，那他赶快跟我们通知，然后由局长跟我们的科长以及我们秀善志工一起来评估跟会勘，现在做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修缮。今天一大早跟市长夫人刘老师到马岛马靠去看我们今天的房屋修缮，今天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做内部里面铺围铺坑啊，跟地板这样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施工，那紧接着接下来一样就会我们内部装潢油漆就会完成的部分。那当然你干嘛刚讲咱钟里长在服务里面的时候发现这样的服务个案，那我们紧接着就跟刘老师到现在我们这样农田路桥架，因为我们木工工会今天借着他们施工的空档来做内部整理的部分。那当然也感谢劳工事业服务协会今天来做修理好的包膜，这样马上如果是真的要运补给我们服务案做这样内部装潢用的衣柜除那个床铺的部分，因为要包膜起来这样才会很干净，所以很感谢大家每一个志工团队都能够结合在一起来整理这样的相关的内部要用的东西。